超可爱。对啊，它的蛋。那粉红色那个亮点就整个都是亮点。目前我们官网最高的铺哦，真的、啊。嗯，因为它是整个可以那个到它的、那个，它已经到肚脐上面4公分。就是我穿短版的，它就已经完全可以盖住。原本是会露一点腰的。150穿的，应该穿胸部这个高腰，对，就是蛮高的，它真的高腰、嗯，真的很高，这个很适合穿比较短一点的 bra，、嗯、然后那个肚脐上，嗯，肚脐上。而且你整个腰被包，你们整个腰都被包起来的感觉，看起来超棒。还有那种马甲的感觉，就是它上面的版型很像马甲，然后会把那个腰身就是缩起来。啊，所以它的因为它四节往上延伸，所以它的那个腿看起来会超级长。然后长度呢？长度的话，我穿有点跟，但不穿有跟的话，我觉得也 OK， 就是大概跟地板齐地这样子。嗯，大概是切地切地一点点，但穿鞋子的话都不会不会落地，不会到拖地、嗯。腰跟大腿应该都好重，很弹耶。然后可以把肉整个缩进去，完整个弹，而且超好拉的，超好拉的。但不是那种，就是很紧身硬拉那种，它是很轻松的就可以拉。它是就是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连小腿那边都是有弹性的，它是整件有弹性的那一种。